讲的一定非常有意义的。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完美的合作，每个人仿佛都进入到这个世界。新角峰是一个村的形象。我七年前实习的一个案子，一直纠结于心。我们一样出生入死，你的工资也就是我的五分之一。一五村发现新小峰是他七年要追捕的凶犯的时候，别动，准备动。他们两人之间那种亦敌亦友的关系，这是我一直最吸引人的。一五村，他每每在怀疑到这个新小峰的时候，他的敏感度是一种犯罪嫌疑人的去怀疑。当这个犯罪嫌疑人遇到生活上的困难，我又那么想帮助他。我这人平时也不纠结，哪一天用？你想这个人多纠结，这么样的一个人，按理说是一个体面无私的，就像那个在那个高空的那个钢丝一样，他经常隐在那种既定的法律、公正、正义当中游走，他也游走在这上。放手，少爷！从头到尾，您看能看出来，对新小峰有好多地方关心在意。小心！我觉得这个戏，这两个男人，他永远那个劲儿，我觉得是这个戏里特牛逼的那个劲儿。那抄的惊喜简直是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，用抄的话。导演，我在这场戏瞬间真的是爱上老段。然后我说，我早就爱上你。我本来在跟他演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会可能是成为，太美妙了。我们经常相互拥抱，是那种都挺美妙的。如果要说比较变态的那场戏，就是那场戏更加确定了我们的互相的爱意关系。你同性，我敢和我约会吗？